参加比赛的队伍有和库、可口乃滋、台电、华星、东洋、南鹰等11支球队。比赛分成甲、乙、丙三组，先举行循环预赛，各组冠军在6号再举行循环的决赛。甲组有陆军、台电、和库跟华星，乙组有嘉义市、台北体专、高院、可口乃滋，丙组有南鹰、东亚、神鹰。由于和库跟可口乃滋两队抽签在不同的组，一般预料将是最后决赛的热门队伍。